两台拢是导航上的。 前面一台大方向，后边还有十六个哈。这台美国的主意啊，如果这台造价是非常贵哦。F22猛禽，有人当中的声音出来给咱表演，大家发起发起。F22。 全世界最贵的飞机。哦，掌声鼓励！欢迎中国！ 谢晋达，小妹，小妹，T45啊，来追华姐，进来T45。T45，现在T，教练的意思啊，教练机在T45。这台就是他现在在飞啦，叫做T45啦。